大圣，大圣，饶命啊！我上有老牛，下有小牛，你就放过我吧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呵呵，休想，给我飞吧！住手，悟空，切勿杀生。菩萨，好吧，今天就饶你一命，快滚吧。悟空，从今日起，你就护送唐僧去西天拜佛求经吧。到齐。哼，哪里跑？紧箍咒！妈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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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我的头，不要！去不去？不去！我请悟空，就算是死也不去。哼！妈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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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我去，我去，别念了！哼，这还差不多。唐僧，以后孙悟空就会保护你去西天取经，路上碰到妖魔鬼怪就交给他，我把紧箍咒传给你，他要是不听话，你就念。谢谢菩萨。嘿嘿，孙悟空，以后你要保护我。哼，你个臭和尚，现在菩萨都走了，我可不怕你，我和你拼了呀！你想干嘛？臭和尚，去死吧！啊，我的头！要你不听话，还来呀？不要念了，不要念了，我听话，听话。这还差不多。我的头！以后你就是我大徒儿了，快赶路吧。我们还有十万八千里要走呢。什么？造孽！师傅，别过去，这里有古怪。啊？不是，这不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座山好吗？哪里有古怪？悟空，你是不是吓我呢？切，你要是不信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啊！悟空，救我！啊！师傅，你怎么了？你个妖怪，休息吧。呀！师傅，你快醒醒！哈、哦、哈、啊，你中计了！不好，师傅被妖怪抓走了。